你好，我是 The On Your Microphone，现在跟你们说说体育场里的事儿。开幕式几分钟后就要开始了，我们希望 Mr. Angry Potato Head 会按时把火炬带来。现在。我们去看看他跑步吧。你觉得他能行吗？我觉得能，我等着看开幕式呢。是呀，我也是。我要赢所有的金牌。我要成英雄了。这将是第一次由一个土豆开始的奥运会。哦，对，我一定会赢。哎呀！我想打喷嚏。阿嚏！对不起。哎呀，天哪！我们的 Angry 奥运会开不成了。我会把它修好的。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你们看着。那个灯泡就要创造奇迹了。Going to，要。Going to in Chinese refers to future events. The constructions 要了，要快了，快了，快要了，快就了，就要了，and 就快了 indicate immediate action like just about to.